一日一蘋果，醫生遠離我。澳洲嘅研究發現，每日進食一個橙，有助將患癌嘅機會降低一半，並可減低中風、黐肥、患上心血管病及糖尿病嘅風險。原因是橙同埋其他嘅柑橘水果含有豐富嘅抗氧化物質，並有助強化免疫能力。本港嘅營養師指出，其他水果如木瓜及番茄等都有豐富嘅維他命 C， 同樣有助預防癌症噶。呢個橙唔係好貴，只係3元。怎样可以吃呢嚿橙呢？连皮食，梗系唔系啦。哇，汤椒，知唔知我头先做过啲乜嚟啊？冇错啦，就系将嚿橙切成一半。哒哒哒哒哒。然后可以点呢？多次嗱，变成四嚿出嚟啦。我个口似乎唔够大噃。好，等我再住先。哦，我切。啊，可以，终于切咗8嚿出嚟啦。等我一次过食晒佢先。哦，終於食曬啲橙啦，非常之咁甜啊！睇下，真係食曬㗎，好屈你㗎！再見。